其实他们都好很冷静，对，我都不敢闹他们哎。有没有女朋友？哈哈大家好，我是海在爸，我们今天来玩内裤挑战赛。什么？就有内裤？好，来吧。我们今天有两位挑战者，是叫弟弟吧？弟弟一号、二号，这样子吗？弟弟吗？你们没有昵称？念什么学校？草大国小，草大国小好远哦。好，来草大国小挑战赛。假设跟那个高桥哥哥念饮料。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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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会摔倒的。这样会出吗？我也不知道。它太薄了。哎，我觉得有困难。我觉得有困难，还是我们把内裤打开，用一坨的比较好夹。啊，这边比较不好，哎呀，出货！哎，差一点点。哎呀，爪力其实够了，爪距。哎呀！啊，他抓太厚，要抓薄一点。搞不好我等一下也一直丢进去怎么办？不敢乱讲话。真的假的？怎么会嘞？它看起来其实是可以出的，可是它很轻哎。所以你们要抓薄一点。你看，我们躲在幕后的都可以这样子人唱球。等一下十人出给你看。哇，就没空。越来越进去了。可以，加油加油加油！你快出货了，越来越近。差一点哎，所以它甩幅就是比较小，偏小的嘞。有了，你要出货了，你跨档了。出，哇！你刚刚有听到吼，刚刚讲的，它看起来其实是可以出的，可是它很轻哎，所以你们要抓薄一点。你看，我们躲在幕后的就可以这样子人唱球，等一下十人出给你看。啊！对啦，等一下出货给你看。好。加油加油！其实他们都好很冷静，对，我都不敢闹他们哎。有没有女朋友？问后面的一号选手，看会不会爆料。目前摇头是没有。这么小，应该不会交吧？想太多了。好。这么小，应该不会吧？我19岁才初恋呢。你在装初恋呢？其实高桥，你这台很好，居然没有爪具哎。没爪具的台超少的，又不是放什么东西要爪具。那为什么很多人都放爪具？换你了，人家只记得吃肉。闭！我下标题，你看看多少的麦啊？我要吃和牛啊！牛肉。你抓。出货了！你这样子太残忍了，你这样对待小弟弟。啊，我教授传授技巧。传授什么技巧了？没有，他最后一次其实要大力一点，他就有点像那个，这样最后面拉一下。哦，你还有其他来打出来啊？最后一次就是这样，拉一下，按下去，那转幅就比较大。你再示范一次，好，把它录下来。然后。这个脚步可能比较好甩，我可能拉得太过来一点。通常正前面是最好的啊，你们刚刚都不打正前面。我跟你讲，再怎么抄，人都会坏，机台不会坏。白痴。人不会坏，机台不会坏。人心是坏的。机可以换的，机器坏就有零件可以换。你刚好被那个勾到。它其实翻过来会比较好夹。哎呀，没有翻过来。我问你哦，我们这片会黄标吗？
跳起。我跟你讲，仙人跳都被红标了。它我对它自动的。基本上来讲，它看到我背景全部都是娃娃，它不会，它不会变红标。真的假的？真的，对啊。好笑。恐怖小天才。对。不能上我的口。哎、欸，来来来来了。你像轻轻捻一下，一爪捻一下就出来。哦，突破！卡住！脚踏机法律问题，脚踏机法律问题，这样到底算不算突破？没过电眼，电眼在这个这条线的位置，这个位置。好，请问这是否这个货商品是否？这就评价上可能比较是，因为它是布料，它是这样放的这样子。它本来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就知道说它可能会挂在那里这样子，所以这算不算出货这一件？这件就它摆这样打开摆的话，我可能觉得它可能没有出货，除非它是一种很特殊、很长型的那种，它直接透下去这种。因为你在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块布嘛，那块布有可能会挂在那边这样子。那不是因为台主有做什么其他东西会导致它比较难出货或很难出货这样子？哦，不算出货就对了。嗯，出货啦！恭喜你获得两条内裤，弟弟一条都没有获得。要穿吗？不用穿。你要打什么？去打。好。啊靠！这人勾到底下了。嗯。喂。差一点哈。哦，时间到了。卡住了，卡线了。你想加什么？没有，我只想把它拉下来。等一下，等一下。好，过来过来，哎，还是没用得到。没有拉到，没有拉到。用不到。哎呀，哎呦！哎，为什么都拉不到？我到底在搞什么？你不要不信邪，这是真的。真的假的？要钱就是怎么样出货？要出啊！出货了啊！那早就要出了，这边演。拉出。他是怕片长不够，所以才把它拉长。你懂不懂啊？我不行啊！一下就出货，所以就很亏啊。不是，因为他现在用的是我的硬币耶，用 my money。这是太太的力量。太太的力量，这句话你也有。那我要加加看。我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好，欢迎天天，他出货。加油啊，加油啊！哎，你在抓太后放置。那换你好不好？不不，你就当我出一张纸。哦哦，还会用刀的，就变了，好玩就好了，没有差。不过你都夹好厚，加油了。对，他在夹。最近第二次在抢位了，加油，老公。欸、不行了，我用不到那个。好恐怖哦。我夹这个。好，好，刚好把它推下来。我打推耶。我不知道你打什么？还被我放平嘞！对啊，你怎么会这么会放？干嘛就给我往前滑嘛？辛苦了。因为它很轻，但你不能夹那么厚。为什么夹？要不然就夹这一盒了，夹这盒黄色公仔啊。出货了，看夹这盒黄色公仔啊。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要抽奖了。对，好险小孩子不在，赶快拿来抽。